嗨，我是海妈。早上来到花园里面看沾着露珠的报春花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呢？今年我们栽种了好几十个花色的报春，这一个系列叫玫瑰报春。你看它开的样子，天哪，是什么神仙颜值，底下一堆一堆的全部都是花苞，每一朵花像玫瑰花爆开的样子，全部都是波浪边的，你看没有。哦哟，真的怪好，上面沾了点露水更怪。今年有一个新的系列叫做是贝利，你看这一个单杆，我剪一支给你们看一下啊，一朵绣球花那么大，一支要插一个瓶，没急了。这个叫西贝，这个是一个花苞开出来的花剑，你看这里面，哎呦我的妈呀，哎呦我的天哪，难以想象，现在只是外围的一圈，还没有全部打开，全部打开是这么大一个花球。另外还有一款像我们在高原上看到的高山报春感觉的，这个系列叫维多利亚，这个颜色，哎呦我的妈呀，只能两个字，爱了。基本上今年的报春花色这个境界已经达到一个极其天上云彩和彩虹所有的颜色。这个报春的话是阳台植物，做一个套盆，在阳台上把你的报春举起来，给它多一点光照，看它一朵一朵的绽放，慢慢盛开，到明年三月份的时候，报春会达到它的颜值巅峰，从而迎接整个春天。刚才妈陪你种花，拜拜。